嫂子，你徐迪东徐东徐村啊，我是白内障。这嫂子是白内障啊，那个你得白内障你得白内障有多长时间了，嫂子？哎呦，我得了得有2年了。二年的时间，你得了白内障以后，你有什么那个自己的什么现象呢？什么现象？就是说眼睁不开，就是说那个用的那个沙包盖斯相机。沙包艾斯到面了，不管了，看不管了。我就那俺兄弟都跟我说，他就是说管啥病管啥病都管。说这个门宝，说这个门宝能治啥病，是吧？是什么病都管。啊、你当时也有点怀疑，你就是，但是还是抱着试的心理，没有试了啊。我就直接就好 ，OK。哎，对啊，我直接我吃了，我管我这个门内障。吃了多长时间？吃了不到半月吧。不到半月，你白内障这个现象是？哎、对。就那个眼也睁开了，眼睛都这个了亮了，也能认上针了，晚上就看得清了。对，啊，不光好了我的白内障，啊，还好了我的灰指甲，哎，还有别的什么症状没有？还有别的什么症状？你感觉你自己胃啊，你比方你像你大便啊，还有小便、啊，还有比方你自己的那个容颜的这一块。对，容颜怎么也。你感觉是不是自己的那个皮肤呢有很光滑这一块？对，光滑。还有你晚上睡觉就说比以前就说踏实不踏实？对，踏实了。踏实了。嗯。还有什么别的现象？还有什么别的现象？我的腱窦炎啊，就是说后背啊。后背啊。都是干活累的啊。这都轻了。都轻了。嗯。眉毛好不好？哎，对，好。100%好。哎，继续坚持吃。哎。好的，嫂子。好，谢谢徐荣祥教授给咱出了这么个好的产品，叫咱们这些人就是说都吃到有个一个好身体。徐荣祥教授是咱们中国的骄傲，哎，中国的第五，哎，美宝，中国的第五大发明，哎，我们永远感谢徐荣祥教授，感谢 OK 徐荣祥教授，感谢他发明了美宝，对，感谢他发明了美宝。好的嫂子，哎，好的，那先这样。谢谢美宝。好，谢谢美宝，谢谢徐荣祥教授。哎，谢谢徐荣祥教授。好的。